点的什么？我点了口水鸡，二有芙蓉臊子饭，三还有香辣肥肠，四还有高丽菜，就这样。嗯，请问为什么你一定要今天来吃？就是想要啊，这么简单，就是想要啊，因为。我被熟，因为熟悉那一天跟我经过这个店的时候，强烈暗示说一定要来吃，我就被他暗示，被他蛊惑了。要什么一定要坚持，要选在今天发作呢？啊，就是想啊，是今天才发的想、啊。今天是右边的脸麻痹的时候。哎呦，你右边，那你就集中火力在左边吃啊。你要口水鸡的口水是从左边流出来。你右边，你集中火力在左边吃啊。好，好，你要看上菜的如何。这家店越做越好。对，我最近在看，好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对耶。那不晓得要不要来？是哈。借我看一下。